绒业赶流行，自盖总部吹班风。大风吹，今年吹什么风？时尚界吹起夸张跳痛风，那金融业勒？现在就让姐为你介绍金融业的流行趋势。要说能代表金融业今年的关键字，想必是盖盖盖，不停的盖，掀起自盖总部的风潮。就拿信义计划区来说好了，中信金月初才刚搬走，华南金昨天就搬进来，哎，正式挥别重庆南路金融商圈。和库金也听说将在明年四月搬到自盖的中伦新家，是不是很盛行啊？华南金董座刘登成超开心，还在现场宣布振奋人心的消息。我一定会加薪，加薪的比例一定会超过经理的水准。他还首度开放27楼的董事长室，让媒体先睹为快哦。哇哦，窗外就是台北101，景观真是无敌呀！这栋松仁路上的新地标，华银董座林明诚也期许迈向亚洲。我们这总部大楼呢，不论到世界一线的城市呢，我觉得应该还撑得住。动新闻综合报道。